各位会员大家好，我们在继续讲多调和弦，我们已讲了四个，但是还没讲完，我们再来看一看啊。你翻开和弦运用的60页，多调和弦3，我们讲了四个，再复习一下。一之前可以用5，这个大一小一都可以，大调的一小调的一都可以用5，一后面用任何和弦，五的前面可以用5的5，就是这个和弦的5，五前可以加2，我们上讲5前加2，这4点哈。那我先把5前加2再向各位做一个介绍。5前加2，五和弦前面加2，你看像这个简单的看，1前用5，5前用5，5前用5，5前用5，这个都是我讲过有血缘关系，儿子妈妈姥姥太姥姥太太姥姥都是一代一代的，但是每一个母亲的姥姥太姥姥他们都可以结婚，他们就可以怎么样，5前加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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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五千，他们变成一代夫妻档，这一代两口子，这也是两口子，25就是两口子，夫妻同一个调的，同一辈儿的，所以所有的5前用5，然后5前也可以加2，加任何歌曲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，5前加2，5前加2，5前加2，变得很热闹。好了，5前加2，我们现在再给各位起一下5前，首席和弦加一个2，同调的2啊。那原曲这样，你可以把就在它五的部分里面啊，也让一部分给2，哆嗦嗦哆，你可以哆瑞嗦哆加一个2，所以加2就是你让一部分给2，不是另再加啊，加1 5 1，你可以哆瑞嗦哆，你看1 2 3 4，2 2 3 4，3 2 3 4，对，都四拍那个1 2 3 4，加一个2，1 2 1 2，然后3 4，就是让一半给他。假如3拍的话 3 4， 三拍的话，你看1 2 3 2 2 3 1 2 3，蹦恰恰蹦恰恰，就是本来三拍的 G7 呢，这个只剩下一拍了，两拍让给 D minor 了。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，所以你可以就是在原来那个和弦里面让一半给他，或者让1/3给他，你像让1/4给他都可以。Re So Do Do Re So Do 都可以，就你不一定让一半，让1/3，让1/4都可以，但最好是在他那个原来的范围里面。你在前面加2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但是不保险，因为前面的旋律可能2不适合。但是在这个五里面的旋律我们讲过了，什么旋律都合，只要 G7 合的 D 慢的一定合。所以你现在把任何歌曲，传统音乐的、流行音乐的、爵士音乐的、 Real Book 上面的任何歌曲拿来，你把那2小节的爵士可以这样换，假如1小节的爵士你也是这样把这中间这一杠拿掉，就在那个G7本身去换就对了。那我们现在再做一个，上次要你们练这个有没有练过，我举了3个例子，1 2 3，第四个要你们自己做有没有做，没有做就算了，参考参考答案吧。答案下面的一张62页，这个已经看不出来，太乱了哈，没关系，我们讲两遍好了。一前面用五，五线加二，加2 5 1，然后一后面用任何和弦，一前用五，五前用五，五前又可以用二，这是2 5到这里5 5，再到一，逗点，然后一的后面接任何和弦，逗点，
一千用五，五千用二，二五到的一，然后这是五的五，五千加二，二五这个到这个五的五，注意这个箭头到 G7， 然后这个是五的五，五千再加二，所以这是二五低调的二五接这个 D7， 然后 G 调的二五接 G7， 然后 C 调的二五接 C 逗点，然后 F 调的二五接 F7， 然后F7 接到 B flat 到降 B 调逗点，然后回到 C 调二五一，还是那条我们校歌，咪咪哆哆，人民发软咪，嗦嗦发发软咪发软哆，你再弹弹看，应该跟从前用两个和弦大不一样了吧？就多调和弦很热闹的，二五二五大量的进来了。然后我们换个调来看看，这里 G 一。一千用五，五千用二，这二五就到一了。我们画一下来看看。这个是二五，哎呦，这个没有关系，一的后面接任何和弦。如果你要分析的话，这个也很好。这是 F 调的三。三都可以带一嘛，三带一又等于几啊？又等于二。G 调的二 ，F 调三，这个是叫什么枢纽和弦，很棒的。好了，一的后面接任何和弦，一千用五，五千再用五，但五千有二，所以要这样。这是，然后一的后面接任何和弦。一千有五，五千有二，五千加二，这个是基调了。然后这个五的五，五千有二，这个二五到 D7， 这个是五的五，那这是五千加二，二五要到哪里？到 A7， 所以一这个就变成这样。你要练习会分析，除了 C 调，别的调也会分析。然后你再做一下这个什么？学这个作业哈，我们讲过很多遍了，你要做啊，这叫什么东西啊？首调式改成这个什么综合式，你要练习写的，写都写综合式，发到拉，中央 C 下面的发到那个拉，你要唱简谱，写五线谱，唱首调写固定调。唱音名，唱唱名，写音名。那你像这个是洗米说，如果我们写基调的洗米说，对不对？不对了，洗米说太高了。那只好怎么样？米说西，米说西，看得见吗？米索西，好了，那西跑到上面去了，米索西，那你再要唱米索多升多米索低，那变成米索低了，变成多要升了，这样，然后你把符感再写上来，这样就对了。那这个就变成什么？米拉多，你要先唱中间的，把下面又拿上米拉多。现在但是写要写什么？基调的米拉多，米拉多，你唱简谱，写五线谱，唱名，写音名，这个什么？斐拉多，基调的斐拉多，发要升，斐。拉多，法拉瑞，这是这个法。过了一小节你就不要管它了，法拉瑞，这个还好，没有超过，没有到拉，法拉瑞，法拉瑞，然后接什么？法索西，法。So,
西，然后再到米索多，米索多唱前谱，写五线谱，唱音名，对不起，唱名，写音名，唱首调，写固定调。你要把这三个东西呢，一直一再做，而且会一个就会十二个调。你用刚刚我那个方法，你十二个调，任何一个调都很快写出来了，而且都是很好的这个音域，所以这个练习很重要。先会写，然后再练习会弹。当然，你这个歌也可以怎么样？是固定式，照和弦发到咪，通通啪一下弹完十二个调，举反十二。首调是照这个，就照 C 调弹，弹十二个调，方法一样，指法一样。首调是综合式，要练习写，所以光是一页就很难，光是一个配器，你说你看了会了，嘴巴讲会了，我就不相信你会了。任何人，管你什么音乐家，我就不相信你会。所以看了，哎，这个东西很容易，很简单。你看了第一行很容易，第一行学过几天钢琴的人，学过流行钢琴的人也简单，很会弹。请你举一反十二，固定式弹十二个，十二个调。首调是举一反十二，弹十二个调。我把这个音都给你写出来，让你弹十二个调。这两个也许你会了，综合式你会不会十二个调？你不会写，你怎么弹得出来了？最后结果是什么？自由式十二个调，这是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那何必学音乐？大家都自由式好了，它总有个道理嘛。固定式最快，马上就可以弹；首调是连接变调最好，综合式编曲作曲。演奏都好，但是比较慢，你需要练习先写。还是讲的很少，但是你要举一反十，反十二，举一反十二，这个才有用。好了，我们讲一点，希望你大家做练习。我们这已经停了很久了，佛生。但是你有没有跟上？我觉得还是问好。所以你必须要按照我们这个进度很慢，但是一再重复，一再做作业，写。弹、想等等啊，我一再重复讲，不要是看过去了，看了过去等于不会。所以大部分人说会了都是不会，希望你是将来真正的会了。好，谢谢各位。